饼干，森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女朋友呀？他不被女生群殴就不错了，还想有女朋友？他好可怜啊，身边都没有我这样温柔漂亮的女孩子。可怜，你跟他打一局游戏再说吧。森森，你一直没对象，是不是身边的女生都太丑了？对象，弱者才需要对象，你是弱者吗？哎，明明身边都是追我的人，但是我满脑子都只有你的声音。你可能是耳鸣没救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这么长的腿不打个石膏可惜了。森森，有个男生老是缠着我，好烦呀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一个男孩子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喊他过来，我森森带他打游戏。带他打游戏，这个地图有野猪啊，你们当心点。野猪在哪儿啊？没见过呀。更新好久了，就在这个垃圾箱里边，不信你进去瞧瞧。啊，哪呀哪呀，就在里边，你仔细找找，不就在里边走来走去吗？森森。林妹，不许追森森。乖乖听猫又姐的啊！你又追不上他，这把枪给你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我给你们已经下单，好吗？两位神仙姐姐，有话好说啊，有话好说！救我！救我！姐姐。